老虎，来，一二三，老虎可以。寅寅虎年摆出虎爪的动作，好久不见的艺人朱凡刚年过四十依旧帅气。曾经涉入胡麻案淡出台湾演艺圈的他，如今因为疫情再度回台，有感而发。明道可能最近比较麻烦一点吧，对，我们就不要找这种比我更麻烦的人出现。说一八三 club 的好兄弟明道现在比他更麻烦，因为艺人张庭、林瑞阳夫妇传出经营传销26亿的资产被大陆官方冻结，连带影响合作的艺人。有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兰花油、面膜。直播带货化妆品，明道跟张庭的公司合作创下不错的业绩，但现在张庭出事，明道连带受到影响。其实好像有一点严重，张庭他们可能是最严重的，要斗你，他就要斗你。坦言情况有点严重，打开明道的微博，最近一篇 po 文是1月14号分享大陆歌手芙蓉飞的新歌，说没毛病，但前一次的发文却写上，我其实没有觉得要跟你们分开，是不是在暗喻什么，恐怕只有明道本人才清楚。 TVB 新闻李伟华、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